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《元神画外旅照福禄之章》第二天宁静的起源之乡神秘中的优美元神 4.8 活动攻略。拍照活动第二天第一章，这个照片需要双手剑或者火属性角色，迪卢克、安柏、莫艾尔等都符合。周围有俩丘丘人，建议先清了，不然拍照的时候被打下山崖就尬住了。要带上活动的留影机，视角包括三个圆圈，在行走或奔跑状态，第二章在幽灵悟道，冰或者风丹角色都行。也是由史莱姆挡姐姐先清了。视角要包括这个树，在普攻的时候拍照。